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试驾直播试驾的是这个我身旁这部 M X5 型男必备，虽然我不是型男哦，但是帮大家试车一下。好，那这是一部方卡，所谓方卡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在一般的车辆哦，轿车、房车，你可能要的有一些你要的一些要求跟标准，在这部车上比较不太适用。好，那我先来讲它的售价。有直升机耶。好，现在声音可以吗？请大家回复我一下。要去救灾了。好像不是军用的直升机。好，我先问大家一下，我们声音可以吗？声音可以的话，我们就继续了哈。回复我一下，然后我请摄影师跟我讲。好，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MS5， RF 就是硬顶的，然后是电动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现在讲售价的部分呢，一般的 MS5 就是软棚的是132万。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硬顶，电动硬顶。然后电动硬顶有两个规格，好，一个148万。一个150万，差2万。好，这2万差在哪里呢？差在那两张座椅。那两张座椅呢？今天我们是顶规150万，所以是 Napa， 听好，是 Napa 真皮座椅。好，那如果是148万，你说，我不要 Napa， 我要便宜一点，可以，就没有 Napa， 但是还是真皮，但 Napa 就没了。好 ，NAPPA， 主动转向式头灯，车道偏移。还有那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，好，其他也都一样。好，还有车重的部分呢，因为今天是硬顶，电动硬顶，所以呢它的车重是1143，好，比软棚的多了55公斤，好，就是多在这个硬顶。我们请摄影师拍一下。好，这个硬顶的 MX5 呢，其实腰线很好看，好，然后它这个硬顶，你看它这个硬顶稍微远点，你看它这个还有一个腰线这样滑下来哈，整个从侧面看就很有跑车的感觉。然后当然它是两片，应该算三片式啊，这边还有一片哈，三片式的，然后这个会翘起来，然后把硬顶收进去，这个对，但比软，好，当然比软棚稍微方便一些些哈，软棚，因为软棚有时候这样。你总是停在路边，就是怕有一些无聊的人哈，去破坏你的软棚。那但硬棚隔音可能也比较好，然后就是也比较不怕这些无聊的人去伤害你的车。好，那在轮胎的部分呢，前后都是搭载205/45/17，好，205/45/17是非常 sport 的一个规格。我们看这个45就好，好。四开头通常都是比较强调运动化的啦。就是说等一下会试开场吗？可以啊，你要现在看吗？好，你们想要看，因为这个车配备不多啊，你们想要看什么，你们就边讲，我请摄影师啊跟我说好不好？好，你要看敞篷是吧？好，我刚刚又甩了一下，所以车子有点灰。这个车不甩太可惜。好，我们先发动。发动但是有一个 one touch 的哈 ，start and stop。Engine 这样就是好按了就发动，然后这边有个按钮，请摄影师带一下。好，注意看啊，这个按钮往上就开，往下就关。好，我现在示范，然后我们请摄影师到户外，到车外，好，示范一下，拍一下，注意看啊，我开了，这个就是电动敞篷的好处。我一键就开棚，好了，当你听到哔一声，好，大概2秒，哔，这表示它的开棚动作就完成。好，那关棚的话很简单，一样就按这个，好，注意看，我再关一次。好，这个开关棚应该时间很短啦，大概20秒，啊，20秒就完成了，还蛮快速的啊。三片式的，然后它跟后箱哦，其实是讲到后箱，它跟后箱其实是分开的哦，分开的意思就是当它不像之前，比如说 SLK 其他的比如说 SL
哦，他们把硬顶的棚收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后箱就少了一些空间啊，它没有办法这样，它不是这样的规划，就是它的好了，我先看后箱好了，它的后箱就是刚刚安内尼亚啦，啊，你就算把棚就是撑起来，它的后箱还是这样，它是两个是完全独立分开的，好，不会说因为你开关棚，然后关棚的时候后箱空间就变大，没有，好，它的后箱固定哦，固定都是安内尼亚哈，但这个是里面原厂的东西啊，有这个临时牌。啊，那这个是那个维修包，啊，不是维修包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刚没注意看，补胎液吗？啊，补胎液啦，原厂附的补胎液，啊，还有打气机，对啦。好，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把它扣起来。好，那后箱空间，就这样，因为它的车长3.9米。算是车长3.9米，哎，跟我的 Fiesta 一样啊，我的 Fiesta 车长也3.9米，好，镜头，对对对，好，车长3.9米，然后轴距2.3米，好，那反正它就是方卡，它没有实用性的功能不太多哈，你看连那个后箱的开口，老实讲，大概就这样，所以你说就是开出去拉风的啦，你要把它当作是很好用的代步车，是有点不是那么方便哈。这是后箱的部分。好，那打开的话呢，我把它打开好了。我还没有看过打开的样子。我每次开完都是坐在车子里面。好，你看它那个空间呢，哎，基本上就是全部拿来放棚了，没有了哈。你把棚关起来，它那个空间也没办法用，也不能当置物空间用。好，好，引擎的部分哈。引擎的部分，我们开引擎盖，它是前中置的四缸，我们请摄影师拍一下，啊，哦，就修哎，没有油压顶杆，呜。这个哈，这个隔热棉哈，有些车厂还蛮小心。他们拍一下引擎，啊，引擎呢，它是2000cc， 然后缸内直喷，没有涡轮增压，啊，然后是 Sky Active 的引擎，最大马力160匹，然后最大马力160匹，最大扭力是20.4，在4600转会产生，好，所以它。它也算是一颗比较高转的 NA 引擎哈。那车重呢？其实搭配我刚刚讲车重是1143，比一般软棚的多了55。以马力重量比来说，其实还算 OK 啦。加速算明显，好，加速其实它那个六速的手自排表现还不错哈，整个反应是还直接。然后换挡的模式。我觉得今天开稍微有一点卡卡的，好，我觉得或许它需要一些时间学习啊。好，我觉得有点卡卡，就是说，在我不是预期中的降档，它不应该降档，它就降档了。那在我不是预期中，有时候它就自己升档，哈，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磨合。在3000转以上，力道其实还非常明显啊。3000转以下，但就是顺顺的哦。然后一旦3000转上去。虽然它的最大扭力是4600转，但是我觉得3000转以上就算非常明显。然后，我们请摄影师拍一下哈。那因为我就讲它的方卡，是因为其实它的整个操控特性，你看哈，我们对这边哦，你看它的引擎，哦，前轴几乎引擎的最前缘，哦，啊哦，哦，好，哦，就修哎。好了，引擎有问题吗？哦，有。有一个人问说，像我们这样不大的那种开启嘛，你要等到红火，就它那个离开不会明，就会亮嘛。对。等到它亮完熄灭灯，再按一次发动，还一次到底就。哦，我听不太懂。啊？因为发动引擎不是你轻按它第一下会有那个，它那个灯会先亮。啊。然后第二次再按一次，它才会启动嘛。
对。对啊，有人说要一次完成，还是要分段？我们等一下试一下。好，再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试一下。好，我先讲这个。我们看引擎哦，引擎的最前缘啊，我们请摄影师拍一下引擎的最前缘哦，它是几乎是对准的前轴，好，前轴的最中心哈，所以它几乎是整颗引擎都在都在前轴的后方啊，这个是超级明显的完全的前中置啊，这个当然是为了要求配重啦，好，让它的车身配重可以接近50-50啊，详细数字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我查不到资料，但是就它的整个摆法，还有我们这个整个座椅哦，座椅其实我们从整个看，从整个侧面看哦，你看它的座椅是比较偏坐在后轴的，啊，比较偏后轴。我们通常座椅呢，座椅的那个椅背啊，通常会在这个位置，比较接近两个轮子的中间。但是呢，就是方卡嘛，反正它就是两人座，啊，所以它把为了配重，把椅子挪到比较后方，啊，这个部分。可以让你更快的，好、哦，有个优点就是，你可以更快，当我屁股要出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更快的感受到，车尾的一个动态，好、哦，那也因为可以更快的感受到，所以你可以更快的去反应，好、哦，我刚有试过，其实它那个防滑是全关的哦，整个关掉，虽然，它就有两段啊，就是开跟关，那、啊、关的话就全关，好、哦，所以记住，如果你买这部车。你全关不要以为像有些车你那个防滑打开它是关一半、哦、它还会接油，其实它磨啊、哦、油门下去然后屁股就出去了、哦、好，那160匹 20.4 其实我你甩尾，以甩尾来讲你要做漂其实还蛮够用的、哦、稍微你方向盘一打然后油门一踩大概就出去了、哦、所以如果你在山路上不是就有助行不是就有自信的、哦、你就不要太好、哦，不要去把这个防滑关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他刚问什么问题？你说，引擎发动啊，我们不是按引擎发动，对，我们不是全部熄掉，一启动不是那个仪表板会先亮一些，嗯，然后再长按它才会启动是吗？没有，一次就发了吧？因为有时候我们按第一次不是像电门先开，对，啊，有的车是。按一次电门开，你要再长按它才会启动。那刚刚有人问说要一次哦，没有，我们是一次啦，我们通常就一次啊，就一次好，一次发动。好，有问题还有问题吗？然后那我跟你讲啊，方向盘是这样，方向盘其实握感很好，后方的换挡拨片也不错。好，但不要敲到。但是呢，它那个有一个可惜的地方就是它只能上下，啊，所以就对我这种很要求驾驶姿势的。啊，它就没有办法符合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等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我要的高度差不多在这样，但是手动的座椅，哈、哦，我先讲我手哈、哦，我习惯手是比较接近，差不多这样子。我习惯手是这样，好、哦，因为我这样比较，我打方向盘比较自然，好、哦，我觉得也比较轻松，而且反应会比较快，然后离太远不好。但是我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变成你看我膝盖，你看我的膝盖有没有看到，几乎是顶在这边，完全是顶着，这样没办法开车啊，完全没办法开。所以我如果要屈就脚，啊，假设我的脚的正常的姿势，好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好，但是我的手就变成这样，就很，你看，这样你看，我们通常会讲说，手腕要放在方向盘上方嘛，你像我这样完全就够不到了，好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。对我来讲有点头痛啊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驾驶的姿势哈、哦，因为脚很轻松，但是你方向盘没办法靠近哈、哦，所以这对啊，我不是很喜欢，所以如果可以前后的话，对啊，他确定了，我确定没办法前后，他只能上下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好、哦、好，然后呢，前方的仪表板就是三元式的，中间是，来我拿好了。中间的仪表板哦是这样，中间是时速表，右边中间转速表，右边时速表，好、哦，那左边就是一些行车电脑，你就透过方向盘哈、哦，可以去做一些行车电脑啦，资讯全部在这里了哈，啊、哦然后这边有一个7寸的萤幕，等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有个7寸的萤幕，然后可以跟你的这个都很简单，所以现在基本几乎每台车都有7寸萤幕，然后跟你的手机做连接哈、
然后有一个比较麻烦就是自卑架，好，自卑架，自卑架哈，其实放在一个你想象不到但是又很卡的地方，就在这边啊，变成你要假设你自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，你就好开开，然后你要喝饮料，然后你要这样，这有点卡了哈，就只能在这边。他们有放在前面，啊，饮料坑在家，好，稍微有点不方便。然后这个是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空间，啊，就这样，没啊，啊，功能性，然后连手套箱都没有。然后椅子呢，在对我等一下示范给你们看哈，好，那前方就是恒温空调，然后单区的，好，风量大小就这样而已。有这个电热椅，但是我觉得台湾应该用不太到。然后六速的手自排，然后有 Sport 的功能 ，Sport 但就是说引擎的反应，好，在这边，引擎的反应、变速箱的反应都会比较快，好，那有这个我试过，有 Sport 跟没 Sport 有一些差异，这个当然可以让更热血的人呢，可以满足一些驾驶乐趣。如果说自卑架上面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置物空间呐、啊。好，现在里面就放了，啊，里面放了那个原厂，啊，因为我们试车，所以它有提供水啊。讲到水，我喝一下啊，吹打。啊，它有给我们水，就是一些小小的置物空间。好啊，这个车，然后呢，在副驾哈，啊，不能后退了哈，到底哈。副驾老实讲，脚的空间有被牺牲掉一些。你看这边哈，它有凸一块，好，所以变成是。你坐副驾的时候，你的两腿只能伸直，好，往前拉，往前摆，好，脚伸长往前摆，你没有办法放在这边，因为这边就是卡卡的，这边给几叠，好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没有多了一块，好，所以这个对副驾的乘坐品质哈稍微有一点打折，好，不过因为是方卡，所以没这个，如果是我是车主，是要坐就来，不要拉倒，这挺白车，不会喜欢哪对吧？好，主被动安全呢，其实还好、哦、很丰富了啊、哦。后方警示啊，车道偏这边都有啊、哦、哈。后方来车警示啊，车道偏移啊，啊、哦，然后那个胎压侦测啊、哦，循迹防滑，车身动态稳定系统这些都有。好、哦，然后我觉得隔音不是盖厚，隔音呐、啊、哈、哦，但是因为是方卡，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要求太多。在特别是从那个我们那个硬顶的那个门缝，好、哦，稍微会有一些声音。那底盘呢，它配的胎是205/45/17，啊、然后是普利司通的胎，理论上应该不错，但是稍微啊、那个底盘传来的声音稍微有点明显。我自己开是觉得稍微有点明显，啊、然后大灯是 LED， 日行灯也是 LED， 啊、这个都是。标准配备，然后雾灯不是啊，然后有远近光灯自动切换，然后主动转向头灯哈、啊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哦，148跟150两万差在皮椅，那如果是软棚的话哈、啊，差的再低16万就是132万，少了三个配备：主动转向头灯，然后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啊，还有那个车道偏移这三个，少了这三个配备。然后没有 NAPA 座椅啊，就少16万哈、哦。规格的部分，你们可以哦。我是就能回是吧？行了，为什么摩托车觉得特别烫？好了，有问题吗？啊、哦，这个车，我刚看它的平均油耗，好、哦，每百公里大概是11点多是不是？还是12公升啊？哦，不过因为我觉得媒体试驾车啊，通常那个表不太准，而且给各位参考啊。它的变速箱其实表现还不错，然后底盘悬吊很 Q， 非常的 Q 啊 ，Q 到我觉得其实不用再改了啊。当然啦，有其实我知道有一些网络上有很多 M5 的粉丝，好、啊，他们就改很趴啦，改什么空力套件，当然这个改装是个人喜好哈、啊，但是。改装是个人喜好，但是我觉得以原厂的这样的他给你的这个底盘，我觉得已经非常棒啊、哦、Q 度十足。然后我们因为台北路烂啊、哦、你改太硬，然后说对
开起来不是哈、啊，你如果可以接受，当然是很好了。但是我觉得原厂以这样的一个配置，其实非常棒了。它行程很短，然后它的吸震还蛮棒的，砰砰，哦，砰砰，哦，就吸住了哈、哦。然后刚刚当然就这边啊，稍微小甩了一下，哦，其实它的车尾很容易掌控，但因为我技术不好，我的甩尾技术不好，不是盖后哈、哦，所以甩了两次，但甩不到一圈我就 spin 了。好，这个部分那好玩，这个真的很好玩哈、哦。然后你很，我就说，因为它的你的后座后面几乎就是后轮了，所以车尾出去的时候呢，你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比如说看大灯啊，看大灯，还有亮比较大灯。好啊，你要看大灯，等我一下，看大灯，雾灯有雾灯有吗？有亮吗？有啦哈、哦，好。平均油耗每百公里 11.8 公升，哈，这个就参考了，因为我们通常试车的时候一定会大脚油门的，好，所以通常这数据不太准。好 ，LED 的头灯 ，LED 日行灯，好，这个标准配备。那150万，当然你说买硬顶跟买软棚，哈，我当然是买硬顶啊，硬顶电动这个卡第一个卡爬，但软棚也很爬啦，但是你知道就实用性来说。你看它后视镜啊、哦，后视镜其实它的整个其实是稍微做的有点下面，而且 A 柱不是很粗的哈、哦、，A 柱不是很粗，所以还好啊、哦。那你说会挡到，那当然会挡到，除非它没有 A 柱啊、哦，这个部分没有太大问题啊。好，然后这个是虽然是 NAPA。虽然是 NAPA， 但是我怎么觉得怎么？因为这个车才开2000多公里，然后那个皮椅好像就已经好、哦、有点皱纹，啊、哦，然后所以我不晓得 NAPA 好不好，我不知道啦，但是我知道 NAPA 还蛮对啊，蛮高级的。然后我们那个车色，好、哦，车色有外观有七种颜色可以选，内装有两种，外观颜色有七种，啊、哦，然后铝圈也有样式可以选，我记得。好像有三种吧，我记得，我看一下手，就我没有背啊。一二三四五，对，外观颜色有七种，内装颜色有两种，哦，好了，就这样。有问说值得入手吗？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车这样，你如果要150万买敞篷，然后享受甩尾的乐趣，那当然这是一个选择啊。哦，但是我就说其他就完全没办法满足你。有啦，底盘很好，然后操控特性其实很好，就是它就是房卡，然后就拿来玩的，然后拿来拉风的，你要跑什么夜店啊，去跟朋友喝下午茶，这个车当然 OK 啦，有吸金啊，而且又硬底就方便。你要开棚，天气好，不是那么热，你又不怕晒太阳，那你就开棚啊。那心情不好，你不想让他看到你，别人看到你开这个车，你就关棚啊、哦。这个车值得入手吗？好像没得挑啦，150万还有什么车？没啊，你欧洲车都买不到这种双门小跑啊。哦，其实我就讲它底盘真的不错。来，这边有个我很喜欢的，我先讲一下这个圆的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条大腿支撑的。你看我转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大腿会比较低，比较高啊、哦，这个。这个对方卡来讲蛮重要，虽然是手动，不过没关系，哦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有个地方我要显一下，我们，啊、哦，你看它这个稍微啦，我不是说要故意挑剔，但就是你看，有没有？就是往下拍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了吗？有看到？就是你有啊？哎呦，好、哦，这个，你看那个，我用手指有没有看到？可以看清楚吗？组装啦，就是组装应该可以再好一点才对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都随便顶就出去的，有看到吗？然后你看这个也是啊，你我手指轻轻一拨，有看到？不要动，对，我看到。好，轻轻一拨，你看一个手指头，小指头，你看小指可以这样子啊。好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应该好。这个没有问题的，使用上没什么问题的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你要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会东摸摸西摸摸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这个就还好，这样可以吗？
三个包包，应该可以的。哎，放下去了啊、哦！啊，这个垃圾我们带走，放在自备架。这个，我们上路去开一下。好啊，五分钟就好哈、哦。这个车呢，就是好玩，但是没什么功能。它的功能就是好玩，讲了好像在讲废话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冷气啊，老实讲，我们刚刚正中午啊、哦、开的时候，你看这车空间已经这么小，小到不能再小。然后它的，我觉得它的冷气，不是盖好用。就我坐进来说，哎、欸，我说你冷气有没有开到最强啊？我们摄影师说有，我看有啊，十八度呢，但是不是概念。哦，你看它这个 Sport 啊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开到远灯了啊？把大灯关起来。它这个 Sport 跟有 Sport 跟没 Sport 其实还差异蛮明显。好、哦，引擎的反应啊，但是底盘很棒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底盘。你看它在吸收那个弹跳的时候，空空，哦，空空，就很快速，很敏捷啊、哦。你就很容易去掌控车辆的一个整个底盘的动态。哦，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呦，这车怎么这么跳？这当然，因为底盘本来就是。没有啊、哦，没有办法两全其美。你要么很 sport， 那坐起来就是不是盖束席。但是这个车就这样好玩啦、啊。买这个一定是第二，家里的第二部车。哎，我又看到这个了 ，Evoque， 这车蛮帅的。其实它的排气声浪呢，我在猜啦，应该有稍微设计过，就是调到让你有一些些 sport 的感觉，因为你油门在全油踩的时候呢，啊、哦，哎呦，全油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听到那个前面啊、哦，引擎的声音跟排气的声音都还算蛮明显的。那刚刚有个人问到视野，我们请摄影师左右带一下，其实我觉得视野还好。这其实挡道不多，啊、哦！不过这开车我最介意的就是这个方向盘，离太远，离徐宏，徐宏我就觉得这样转，对啊，不是到我最想要的一个姿势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喜欢这样啊。哦，如果可以近一点的话，对，你都150万了，你然后没有这个方向盘可以前后，哦，那你要强调方卡嘛，对不对？方卡你在有限的空间内，你如果可以哦符合更多驾驶者的一个需求，这样当然更好啊。拜谢。而且你看我的身材已经算是，啊、哦，不是算是中小型，中小型的身材，连我这种就是对啊，比较符合亚洲中规中矩的身材，你看我都没有一个很可以很符合我要的一个驾驶姿势的，啊、哦，稍微落差了，但其他都没有问题，其他问题我也不太要求，仪表板的质感也很好，荧幕这个都很好用。组装品质可以，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点。方卡，请问马力多少？160匹，扭力20.3还点四？点三，20.3还点四？要不要甩一下？它其实很好甩，
好了，甩一次就好。旁边有很多游览车，都被检举。好了，值不值得买就看你们哈，因为你要真的要买方卡，好像也没其他可以挑啊。但是我甩尾技术不好，我们是甩尾派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试驾到这边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就结束了哈，我还要去别的地方。啊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我自己的直播，音响不错哎，因为它是 BOSS 音响，我记得是啊，是不是？跟他洗啊 ，BOSS 的音响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试过几次啊，那个我们从麦克风收音那个音质老讲听不太出来哈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现场听，这样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就收工了。跟86哪个好哦？好了，你们现在问我就看得到了，因为刚我手机没开看不到。跟86哪个好？86老讲86比较实用啊，86比较实用，因为86毕竟还有后座，然后后箱也比较大，然后对啊，我觉得86比较实用。那这个，但是86没办法开棚，你要拉风，但是这个啦，86的改装东西也比较多，但 M X5 也蛮多的。但是如果你要，比如说以改装品的 CP 值来讲，86可能会比较好哈、哦，因为86卖的也比较好啊，这不太懂。但对啊，你要稍微比较实用一点，符合你要日常代步，86搞不好还比较好，因为这个就这样。好，那86也可以甩尾，甩尾甩得很好，所以就是看你们。S2000 好 ，S2000 没有新车，但是很有得比啊、哦。但是如果我挑的话，但是现在你 S2000 对哈、哦、，S2000 也差不多要百来万呢，好、哦。很难挑，我个人是喜欢 S2000 的引擎，240匹，然后可以拉到7500还8000转，因为它是一颗高转的引擎哈、哦，然后跑山路有够刁钻的，超级灵活，啊、哦，很棒的车。但是你要会开 S2000是这样，我开过一次，那就会吐车，意思就是你一出弯，你只要档位不对，然后就你只要低于4000多转以下，那个没啥力啊。你要维持尽量在档是5000，因为它是高转的引擎，高转声音很棒，叭叭。但是你要会开啦。那这个是这样，就是哦，另外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它是方卡，但是它没有手牌，没手咯，哦，没有手牌，就是自牌啊。自牌当然那个换挡拨片可以弥补一些小小的乐趣，可以弥补啦哈、哦。但是就原厂的考量来说，当然因为他希望车子卖得好。十个会买这个车的，可能有8个会买想买自牌，因为我平常代步嘛，我那么辛苦干嘛？好，所以这原厂可能有考量。那真正的你要想要开手牌的啊，你还是可能要买86。那 S2000因为太久了，它也不是就是也只有水货商，所以可能也不能说太相提并论。好，但是 S2000 也是好车啊，不过 S2000比较强，因为240匹呀、啊，哦，它那个。这一坐上去就是整个战斗力，哦，就是被港输赢来哈。座椅会挤吗？老实说，两张嘴就这样了。你要稍微，比如说你要老婆下车，然后我想啊、哦，我都会都卡起嘞，就是稍微躺斜一点，然后休息一下都没有，因为它就是那个姿势，你也没得调，就一点点，好、哦，所以对啊。好了，两台都50/50的，对我记得是前50后50车身配重哈。哦，好，甩尾应该不要叫我甩，因为老友我不是甩尾派的，因为我们是跑场地的，场地赛的选手通常不太甩尾啊、哦。但对啊，我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啦，我是真的不太会甩，我有上过课，但是啊、哦，对啊，算了，不要献丑好不好？找逢人自来甩啊，找那个高雄那个阿玉哥、阿仁哥还阿玉哥，他们都超级会甩的啊。哦，跟86空间，86空间比较大，对，没错、哦、好的，还有什么起鸡皮疙瘩？好了，还有问题吗？这个车就这样，其实会买就会买，不会买这个不会买。Z4 推荐吗？
Z4 阿鸟 Z4 那么 Z4 都要200出头了吧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差蛮多的等级哦。有机会试啊，有啊，之前试过啊。德哥会甩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、哦，这个可能问他一下，去他粉丝团问他哈、哦。把妹会不会掉漆？你要看那个什么妹，有些妹说啊，接下面切啊，有些妹因为有些妹就看双逼的。啊、哦，好，不要讲妹啊，但是到时候被骂，说我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他就够用，好玩，但是不到暴力啊、哦。然后我就说，他因为椅子很贴近后轴，所以你是可以感受车尾的一个动弹。啊、哦，那我刚才还失败。好，开关棚我们之前开关两次了哈、哦，可以把鼓一下往前看了哈、哦。好的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哈、哦，没有了。好，那我要收摊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试驾到这边啊、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